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闺蜜呢即将在礼拜五要在全台跟大家见面啦，你们一定要到戏院多多支持哦，因为我在这部戏里面有非常不一样的演出。然后七夕情人节到了，如果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带你的闺蜜一起到电影院支持我们哦，拜拜。最精彩的梦醒